他们呢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妹妹讲完话，我们的弟弟妹妹也有话想跟毕业生说，因为已经玩了好久，也有许多的不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换我们的台下的在校生，全体的在校生，我们要是欢送词，在校生请开始。掌声鼓励，也谢谢他们，他们讲得很大声哦，感觉好像希望他们赶快毕业，对不对？边讲边笑的嘞，哦，赶快毕业，赶快毕业哈！再次谢谢我们的在校生。